你哋当兵会做啲咩？你哋都好多，你哋当兵啊，当观音兵咯、啊，你哋就唔当，即系我达叔啊，去拣啲咩海豹突击队啊，咩空军啊嗰啲去做啊，最前线最辛苦喺边度啊？我话去啦，我话去做呢啲，你哋拣啊，你哋系军队都唔入啊，做当观音兵啊？你哋当系当咩兵啊？啊，观音兵都有好多种啊，啊？观音兵你啊斟茶递水嗰啲咯，又帮你攞呢啲，同嗰啲即系帮人哋担担抬抬嗰啲啊军粮兵，即系负责俾嘢粮粮啊，买呢样买嗰样嗰啲咯，哇，好，运输兵啊，帮人担担抬抬搬搬运做孤立运输兵，好嚟啦。观音兵都有好多种噶，有啲系出钱，有啲出力咯，有啲系参谋，负责做功课，差唔多啦。暑假就完啦，你又系时候服兵役啦。有娘娘会急 call 你哋啊！我唔识做功课啊，可唔可以俾嚟抄啊？打电话嚟，好开心。呢条点做啊？喺度讲答案，一路讲，你啊自己喺度甜笑笑琪琪，人哋就完全系冇反应嘅，就快啲啦！人哋心入边就系咁咋咋谂啦。讲完就收你线，但系你一样系好开心啊！讲到第一条咪咩咯？唔识咩？有冇搞错啊？系咩啊？呢条数咁计，但系娘娘系唔会想理呢啲，我净系想知道答案啊！唔使讲咁多，我净系想知道答案就得噶啦，我唔会识做噶啦，吓。跟住就你啊，乖乖地咁喺度讲咯，好，小心啊！咩兵长经验丰富嗰啲啊，睇咯，我知道你哋系咁啦，我唔会做呢啲嘢，从来唔会，只要借俾兄弟抄，从来唔系。有时其他去到后期，已经全部兄弟都唔做啦，已经冇啊呢支歌仔，去咯。高中嘅时候，大家已经冇网管，同埋高中都冇俾功课咯。嗰阵时都已经冇暑期作业。我中学好似中三打后都冇做过暑期作业，中一二都有，中三打后唔知点解唔俾暑期作业啊。我间中学系咁，唔系你班契弟都唔做，索性唔俾，俾啊仲衰，嘥纸，浪费地球资源算数，咁啊唔俾咯，吓。啊！话观音六战队啊，做啲咩啊？观音六战队即系所有陆地上嘅嘢都要做，唔一定。而家有啲人都要，即系可能咩船 P 啊，去沙滩啊，都有啲要落下水啊，剩啊咁样，系嘛？去沙滩嗰啲，去宿营嗰啲，肯定系叫你哋买咩可乐、买剩嗰啲啦。你哋又即刻急急脚喺度跑，喺度喂你啊！我好口渴啊，想饮可乐，之后我即刻买俾你。咁你慢慢去啦，跟住你就走去跑，你以为话早多几秒，即系佢就会好开心，红颜一笑，跟住你又喺度狂奔，以为自己系即系你可能系陆运会嗰啲劲人啊，即系田径队，你话我买好快嘅咋，等我啊，3分钟内一个杯面嘅时间之后，你就跑到成只牛咁啊，喺度咯，石石石石，好似火影忍者，你喺度狂跑，但系人哋完全冇，跟住你。你走嘅时候，佢就同第二条仔玩到，倾偈啊，晒太阳，跟住你翻到嚟啦，大汗淋漓，之后买咗2罐可乐过嚟，跟住你谂住一罐系自己，一罐系佢就问你啊，攞嚟啊，跟住攞晒2罐之后就同第二条饮，第二条友喺度饮，点睇？你就每日发生呢啲事咯，做婆奴，做女奴，吓，哈。好嚟啦，飞毛腿啊，系啊，你又系做呢啲咯，做飞毛腿嗰啲角色咯，飞毛腿兵啊，我啊运输兵，飞毛腿兵，好嚟啦，我从来冇试过同女仔去，中学生涯全部都系同男仔，暑假最后一日去同男仔去沙滩玩，冇试过有一次系同女同学。梗系有时就会一齐去 BBQ 啊、剩啊嗰啲咁样咯。好嚟啦，BBQ 我麻麻地啊，下大热天时仲 B，通常都食唔落好多嘢啊。
黐线啊！咩我做开啊？我傻啊？咩啲女买俾我啊？差唔多啊，好啊，但系冇机会咯，因为我净系同男仔出去。如果系嘅话，我会同啲女仔话：我好渴啊，可唔可以同我买几罐可乐？我调翻转啦，我会咁样讲。你够唔够扑？同你女神讲：喂，我买两罐可乐翻嚟，够唔够胆咁讲？唔够胆，成日啊，你口唔口渴啊？吓、啊啊，我嚟帮你买两罐可乐啊！啊，天口会热哦，嗬，系嘛？吓、啊，天气真系热哦，系咁，即系咁讲咗几次啊，即系口窒窒啊，怕丑嗰啲，跟住就话啊，不如我买两罐可乐吓、啊，一齐饮啊！吓、啊，跟住佢话诶，好啊，咁样佢，跟住你就即刻喳喳林又跑过去。肯定我话咩？我如果我翻去中学，我会示范一次俾你睇咯。喂，买两罐可乐啊，一齐饮啊。跟住佢话好啊。跟住我话你买、啊，我话你买、啊，我话跟住我话俾翻钱你，我好公道啊。跟住好，跟住叫佢去买。你敢唔敢咁做？唔敢。我肯定在座而家有几多人？5000多人，有70%以上都唔够胆叫你女神去买可乐，自己又一定系。自荐无需自荐，我去买，我去帮你买，吓、啊，吓嚟啊！你哋点啊？唔够冇人够胆出声，净系话咩？净系识喺度话咩？你呢、這个就系你就系又系唔够胆认，又系唔肯认。点解你而家如果你而家认咧，仲有一嚿？如果你唔认，你有几多个系曾经发生过呢啲事情嘅？即系去即系咁多年沙滩。暑假是 有发生过这些事情的，即是不怕，即是如果你这个认了，你之后就会好过很多，你人生就会有一个转捩点，知耻近乎勇，你每认一次衰仔，你就会有一个烙印记住，是的，你又会记住，哈哈，某年某月某日我曾经认过，是的，听达叔讲完之后，我不可以再，你下次再做的时候，你这个烙印呢就会提醒你，叮一声你就说不得。我今年一定要改变自己，你就咬紧拳头买你个死人头啊！我你自己你帮我买啊！你又会喝翻去转头，你又会有翻呢个勇气，你又可以咁样，你就会逆转乾坤啊！你嘅人生会唔同哦，自己啊，掉落去可惜啊！吓、啊，有几多型？有几个而家开始有啲人进步，会讲我好戥你哋骄傲啊！因为你哋系会有承认自己错误嘅勇气咧，他日必成大器，系社会上嘅度量，未来嘅主人翁。而家啱啱仲喺度坚持打你嗰啲就争啲啦，你哋仲有机会，不过来日方长，你哋可能呢一刻仲未承认到自己，仲未有呢个勇气去。面对自己的吓、啊，即系错事或者点，但系你迟啲会慢慢嘅有机会继续吓、啊、接触多啲达叔嘅话，你有机会做翻一个啊红狗狗嘅男子汉吓咩？我认咩啫？我都话同你讲，我都冇同过女仔去沙滩，中学时期全部都系同男仔成堆十几个嘢吓。啊黐线，我去咩 Starbucks 买嘢饮都系自己各自买自己啦，有咩边有帮佢买啊？我话饮咩自己嗌啦，咁样我都系咁样，想饮咩俾佢 menu 去睇，唔会话啊你企喺度啦，我过嚟我去买完俾你，唔做呢啲嘢，我一齐去啦，系咪啊？我啊咁样，唔会做呢啲咁嘅嘢，从来唔做。唔会话啊，你喺呢度等我啊，咁样跟住啊，想食雪糕，我即刻飙过去俾佢，唔做呢啲嘢，想食一齐行过去买咯，咁讲吓。我而且我自己口渴啊，我口渴要买嘢饮，好系啊。喂，可惜啊，争少少啊，你系唔会，我唔会好似你哋咁自己一个人跑过去，喺度扮田径高手，即系冲锋21咁样喺度飙过去。啊！唔做呢啲事啊！好嚟啦，所以我系冇认乜鬼啊！黐线，我啊光明正大好。